我跟鸡排是比较想，当然是我啊，他那么烂，妈啦，他才那么烂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分数啊，比分现在是150分对上116分。这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。分数跟上，我是龙师，分数跟上。不要消费他，他也很可怜。我本来只是一个好玩的影片，然后一丢出去，结果他一直被炮轰，我觉得很扯，还有点可怜。开始同情他了。你要跟我尬什么？来尬，快点！不要尬，奖励啊，再来啊！又是奖，他刚刚不是说一般。我跟你哪里跟你说一般啊？哪一张图来？给你挑，给你挑，我都很强。不管你哪里强，来意大利来，最简单的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直接开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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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轻松松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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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先开场，拿拳套把你揍爆。我你以为我没拳套是不是啊？不揍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我。来来喷喷我一下，喷我一下。哦，不是这个喷，喷过去，喷过去，你可以吗？哦天哪！这样你喷我过去哦。谁要喷你啊？哦哦对哦，你要跟我尬分。哎，有虐尸哎哎哎！啊，老师叫你一个，我虐虐谁？我虐虐谁？你出生就是活该被虐。谁叫你要进进来？哦，人有点多，人有一点多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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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躲起来喽。他死了。哦，欢迎关灯。哎，你先不要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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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 ，no no， 要不要不要要。哎，干这个看看台仔，他妈的，他知道我在这边。哎，干，进洞，再见。操鸡巴！没关系啊，我现在五等了，我直接高你们一个 level。五等而已，求什么？我有准雷。我有准雷又怎样？我可以举报你。高雷，我是僵尸吗？龙师在跟我宣战，不要啦，我没有跟他怎样，他干嘛要跟我宣战？做人哦，我只是跟他说他可以来玩呢，进来玩啊，龙师。对啊，哦，不要了。哦，那个火球还可以啊，为什么都瞄到，然后却射不到了？我是脑残。因为哦，射到了。几万？你剩多少血，暴毙？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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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、有中，去死啊！有，哎呦！炸弹！哇操你的嘞！头顶炸弹！他下去，他下去！哎，我这样等等等等，谁啦？你要怎样啊？等等等，他就想进来玩，他在开那个 CSO。他想没有啊？直接兜那个金马很难装哦，就是解压，解压缩。啊，不然你在开什么？我明天再装，我再弄啊，我再删掉他。我再删掉他。他在等等等，有了，再说太烦了，太热了。对啊对啊。退哦，账号卖掉了。卖掉了，卖掉了。靠，明天杀了好可怜。喂，关战你要干嘛？我别卡别卡，他妈的鸡巴狼！想砍呐、啊哦，还想砍呐、啊！哎呦，我他妈，我忘记我没有精准跟啊、哦，我是脑残。你出的时候吧，精准都没有。怎样了？怎样了？非洲了啦！等一下就有了，下一个技能就是了。啊，当时卡发小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干透。Headshot。
来份大麻布丁。Good。我要一份大麻布丁。隐身喽，旁边喽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了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觉得 KM 不？哎，又来一只哦。干 KM 是不是有被 nerf 啊？还行吧。怎么感觉 KM 变速达？哎、欸！干！干干干干干！哎、欸，高速装填，不赖。没有庄稼都是垃圾。怎样？我只要给我精准跟时机哦。再多少？高中之吻。高中之吻。老王，你要不要改 ID？ 他等一下就回你，赶紧继续改。高中之吻。妈，你扎小？哎 ，KM 有被改弱吗？嗯，哎，妈，欢迎观众打我，你才打死我的啦！毕生所学，干挡啥小啦？我他妈酷卡，你的头怎么那么大啦？哇操！下一抽刷专家的。对，就是我。我没有专家、欸、啊！你三十等都没有专家、欸。我什么时候有專家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三十等都没有专家。天哪！哦，我想要专家。你连士气都抽不到，好不好？你士气跟专家都没有。我觉得 KM 真的有被弄。下去。他、啊、还是可以用啊。好我觉得。野牛比较强。哎呦，白痴他妈的被卡了，敌位贵。乐色敌位贵。你在哦，没有，他刚应该在打后面的僵尸，所以我不能怪他。哎，怎样啦？我又没有要抓你。哦，我要抓你，我刚刚就抓你了。我现在想抓你。你看。这附近都没有人，差四分而已。啊！干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！干你也错掉。一颗。一颗。一颗金蛋。套中。嘿。我怎么听到有轻狙的声音？套，妈血滴套套乐，你啊，怎么那么硬呢、啊？套套，哦，哦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天哪，细的。缺甲的过来啊！干，笑死！没有要补哎、欸，啊！我要拿猎魂，拿猎魂吃不到肉。有啦，今天又比较早。白痴哦、喔，他在那边跳，跳跳被抓。欢迎跳跳。他在跳过去，连跳过去，然后被抓掉。哪里有喷雷啊？为什么他喷掉我武器？把他开掉就对了啦，这样我这样他就没有分了啦。我同意你这个做法。干，他妈神仙呢、欸！妈神仙！把轰不出来的。嘿嘿。舒服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哎、欸，旁边、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我这边两只，左边两只，完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收掉一只，还可以啊，赚。哦天哪、啊！他看到我就开六哎、欸，
这个人是真的很奇葩。要约哪里？欸，我真的可能到三十等我都没有那个精准，到现在还没有五跟六欸。啊，你有士气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哦，你真的没有欸。你为什么这么垃圾？欸，干，没有欸。士气跟精准是一定要有的东西啊。这有精神，但我不想拿。没有就输了。没有出一段了、啊、懂吗？他还被卡。哦，卡扎小。啊？谁先卡？谁卡你？欢迎观战。欢迎观战。李慧贵送了。踢他。哦，我刚要开干你啦！哦，青叶你很烂欸，才收两只。啊，我又没有六。哦，你为什么会有六？我没用。怎样？你是垃圾吧？对，我是垃圾。你怎么可以没有六呢？我就垃圾没。没有六的垃圾。啊，我还吃到大便，三小啦。那是我丢的。你他妈丢几个？哦，我一直太早砍了两个。哦，干！他妈丢几个？我现在三十等了，我刚好像没有拿到。好，太棒了！哎、欸、嗨，高中之王，所以我叫你去改那个没？高中之王，那你就不去改。你的排名怎么越来越下面了？你在干嘛？哦，改第四名。没事啦，这个东西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这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就是证明了我没有啊，我没有精准，我也没士气，你要我怎样？没事，我等一下就拿第一给你看。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哎、欸。我刚才那场没有精准啊！我只有一个高速装填，来吧。我刚才那场没有精准啊！好啦，干嘛白痴啊！我在讲话，你刚才看着我就看鬼了。嘘、欸欸欸，这个英雄直接被我干爆。我可以重新拿一次技能变异吗？头有点痛。不可以。哦哟。可以推掉重点。不行。然后你的分数也没了。这样很烦你，来啊！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我会尽力的。太可怜了吧！下去了，来啦！你什么都没有，那你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？他有诸神。对，我还有诸神。英雄分。至少你还保有自尊。高速装填，哇！你们都好容易就可以把僵尸杀掉，我怎么要杀个僵尸那么难？我诸神不用换弹的。哎、欸，对我好像也不用。对，我也不用。你的伤害会比我低。干，不要讲出来。有士气就是差那么多、啊。撞哦！你知道你没撞到吗？有胖子，没了，胖子没了。他还胖子吗？你知道我会回血吗？我还要体力增加。所以我当英雄是无敌的。好了好了，那为什么万一观战永远分数那么高？他小，他是怪物级别。哦，哇！万一观战最后被抓了，好难哦，怎么那么难追啊？就算拿诸神殿也很难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怎么那么强？追丢你的心。对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无功力。我是老人。唱那个小巴掌。小巴掌，小巴掌。哦，每人一手诸神大干啥小？诸神在手，电死你们这群！啊，全部电死！哎，碎了。
靠腰啊！哎，不要抓他！你是脑子被门夹是不是？他妈的，他就开六，他就举盾，你还要抓他？你要死，你不要拖我一起死啊！要死！哦，内奸呐！什么内奸？白痴啊！你买通他对不对啦？哦，我都已经在第三名，我还没有追过去。哦，你这样我头很痛啊！怎么头很痛啊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要了啦！我要没有，我就要，我就要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呼呼。不要，我不要呼啦！用心哦。敢不敢守那个啦？敢不敢守远端？敢不敢守反恐？来啊！我拿那个猪，我拿那个虎。你是白痴吧？拿狙来守？怎样？我不行吗？我就拿狙，我就拿狙，怎样？他表示他不想尬分的。我就拿狙，对我只想要玩就好了，不要尬了。他都不敢尬分哦。我已经输了。过来，你才会尬分。我已经输了。欸，他是抽蓄。哦，这个人怎样？干嘛？在干嘛？他白痴，自虐，自残。牛逼！我有！哦哟，蹲走前进，蹲走前进，蹲走前进，交给我就好。蹲走前进，我可以绑他。你看拿狙还是有用的嘛？好啦。你看，这还可以吃肉。好啦，只要小心后面，就是不确定会不会有僵尸啊。那好高，我要绑住了。飞太远，等你多个一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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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哎，飞到天空了。好，我现在。妈，你怎么咬四只？有外挂。啊，就一排在那边，我不咬。哎，灭龙。不会呀、啊。我要抓那爆炸头。哦哟。哎，对对对，射我，射我，射这边，射这边。哦，你不要飘过去，他妈的，我要，哎、欸，我要赚烟雾分。我有虎胆妙算，让他被喷了，被喷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剁了、啊，我他妈刚过来、欸。开剁。我转角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有新魂走过去，他妈再开溜。干庆，我三十秒可以下到一个CSO，屌。不要理他，让他尴尬。赞。这样多赞！天哪，他是个脑残。对，你才是脑残，你全家都是脑残。对对对，这肯定有僵尸。哦，我没事，我不是僵尸，我就不是，我不是。要警戒。赞。OK OK， 我们这里已经守好了，守好了，这里不会灭了。这已经无敌了，无敌了，人超多，我可以一直变。人超多啊！怎么可能输？那、啊、这个干嘛开精准？啊，翻按到想活了吧？翻到的吧 ？Michael，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开电话呢 ？Michael， 他叫做 Mike， 他叫 Michael。Michael， 他怎么那么僵尸啊？三只僵尸都不敢过来。他看我们每个人一手出城，都不敢冲。过来啦！你他妈前面不过来，后面你就更不能过来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这样不就是等着被开六吗？哎，有人自杀了，他去当僵尸哦，对吧？他想挑哦，想挑战我们呢。来呀、啊，开掉，包起来直接给他开掉。刚刚自杀的有谁？刚刚自杀的有那个每天都很无聊。等一下他一过来我把他包起来，你就开他六。还有那个美如啊。好，他过来了我就包他，那你就开他六。就把他开掉。对。哎、欸，有一只隐身喽。左边左边，过来过来靠背。哎呀，鸡巴、哦！啊，你们他妈怎么都往前走啦、哦？我就一个拿狙的，你要我怎样？包他。他就飞很高，他就隐身。像包纸尿布一样、哎、包他。不行了，我已经输了。
刚才说要什么？要包人？你就不能在我黑雾的时候丢那颗粽子吗？所以哦，那颗黑雾，哦，干！如果有那颗，我就第一名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？对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。我有机会，我有机会。他们回来了。天哪！好了，我输了啦。唉，太难过了。我就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什么鬼？有个酷卡。快啦！你再拿个，再拿个五分，再拿个五分。快快快！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哦，干，你输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你可以去吃僵尸分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哦，有了，有了。谢谢。嫩了。怎么多你一分啊？行。欢迎观战，行。辉哥，这下去。胜我还是比你低啊？